第八题，在25度 C 下，某固定体积之密闭系统的化学反应已达平衡，其反应式为两个 NO2 生成一个 N2O4 加热量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里在考勒沙特勒原理，老师上课说取有余补不足，多的送人家，少的向人家要。A 选项说，当系统温度下降，就是我们的热量呢会变少，少了就向人家要，所以反应会朝右进行，会从 NO2 变成 N2O4， 红棕色会变成无色，所以颜色要变淡，所以选项 A 呢是错的。那么选项 BC 猪都是温度上升，就热量变多，多了就要送给人家，所以反应会朝左进行，所以选项 B 呢是错的，朝左进行就生成 NO2， 所以 NO2 的量呢会增加，所以选项 C 呢也是错的。那么我们从反应看到，这里是一个 N2O4 会生成两个NO2， 所以呢我们的分子的数目呢会增加，所以选项 C 呢是对的。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当系统温度上升时，气体总分子数增加。